那现在我们进入第101条之一啦。101条之一哦，是有一个说明栏哦，大家看一下哦。101条之一只是一个说明立法说明栏的修正哦。刚才看过了吧？没有问题吧？有没有问题？那个国昌委员这边有没有问题？还有郑委员这边？可以了。有没有问题？101条之一，刚才有一个说明栏嘛，就是立法说明栏的一个修正，有没有问题？对啦，就是这样子。刚才就给大家看过了嘛，啊、哦，那国昌兄说要再考虑一下，那现在看的结果呢 ？OK， 可以。好，那我们101条之一就照立法说明栏的修正通过了啊、哦。那103条，大家看103条啊、哦，最后一条了，103条。这个是啊，让你没有嘛？对，就是我们因为有跟刚才103的是跟第几条有联动？31条，因为我们31条有保留，所以103条啊就要跟31条一并处理。主席。主席，是不是报告一下，就是那个早上通过的那个89条哈，因为刚刚那个43条那个，因为依那个黄委员的那个建议通过，对，修正通过，对，对，那个有增加了一个第五项，所以说在那个89条准用的那个条文里面，我们就配合修正，是，好是，好不好？对，89条就配合修正哦，要加第五项，配合第43条，配合43条修正，很重要啊，好，配合89条，配合43条修正啊、哦，这个自然修正你们修正，条文一直要写好，条文要当然要写好啊。那103条跟大家跟31条要不要再来？要不要31条要不要检讨一下？因为103条是本法除第五章法官评鉴自公布后半年施行，那他们跟31条的竞合是在哪里？哪一点？哪一点？没有啊？那要没有前面平和了吗？这个本来有删除，但是要不要保留这个前面平和？删除就照你民党的版本嘛，就是前面平和不要了嘛。不要嘛？哎，刚才不是讲过我们那个国昌委前面平和要不要就不必了？啊，后面个案评鉴呢？个案评鉴当然就是加强啊。啊，对啊，啊就要讲具体啊，因为我们要的个案评鉴的条文，通通都被保留啊。没有，刚才不是请那没请求人啊，请求人啊，那个没有问题，那个大家就支持啊。不，刚才请求人那一条就是希望你们把弹书的项目写清楚嘛，啊，你们说要去草泥出来了没有？好，41-2，你们看一下来。41-2，来，有没有41-2？大家，不，新的版本，我们有请他修改文字，有发给大家，是因为文件太多。41-2，刚才也发下去了嘛？可以给我41-2，来给他一下。35条是保留。先看41条之，我们一条一条来哈，41条之二啊、哦。
就是请求人，不是吧？是网站公开。那四十一条之二用这个网站公开，这个可不可以？四十一条之二，所以不是跟四十一条之二有关系，不是的。请与法官评鉴委员会网站公，那何必重写？他根本就用我版本啊。说明理由加一点说。那可以啊，他条文用我的理由他们写啊，我无所谓啊。所以这个四十一条之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四十一条之二就通过了啊。四十一条之二保留，我们就通过哦，就一修正版本通过啊。那说明栏有要有标准吗？说明栏它就依照新的增加的说明栏，四十一条之二就修正通过。那刚才那个我们既然三十一条不要，就是有那个请求人，那个是在第三十五条，大家看三十五条。刚才不是请你们拟文字，就是把请求人，但是你们的但书，哦，你们有没有拟？三十五条没有请求人，是利害关系人的问题。请求人的就照我们的版本啦、啊。对，转到这个要保留，这个显得太宽了，不要讨论的。对，那是第几条？四十一条之一。刚才是说一行。哦 ，OK。那个来我们翻开三十五条第几页来？三十五条先看呐、啊。好，来十四页三十五条，三十五条是基本人数啦。不是的。受评鉴的机关，三十五条。一二三四款，总共有四款吧。第四款是关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后，对了，建议保留好。那个我们不可能接受吧？好了，那三十五条就保留。对啊。那三十一条也保留。那我们那这样一百零三条我们就要保留。三十五条保留，三十一条要保留，听黄委员。三十一条要不要保留？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，哎，三十一条要，那就保留。好， okay, 好，来，那个保留的条款给我一下整理。来，四十一条之一，四十一条之一，我们刚才是依时代力量的条文修正，但请司法院再确认四十一条之一，你们看一下。附带决议还要不要？啊，这个就是跟四十一条。啊的附带，这个跟民进党的四十一条之一的附带决议，这个两个的取舍啦。如果四十一条之一把它入法，那附带决议可能就不必了。入法那还是要，你们觉得还是要？当然要。好，没有关系。那蛮复杂的，要把它写清楚嘛。对，好，那四十一条之一，依时代力量的修正条文通过，有没有问题？但是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请求人的问题，是请求人。那个不得，那是不得，那个确定了，就要请求人而已啦。不得是确定了，确定了那个通过了，就要请求人而已啦。我们本来写的是得据得信。不得也是我们的建议，他们都建议。那本来是写不来建议嘛。他是说，就是说知道，就在等于对于开发对啦，对啦，啊，但是刚才下得啦，所以不得是对的啦。可是他们文字不是非无正当的。那请求人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对啊，那个适合性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四十条之一。就依时代力量的修正条文通过了啊，那么四十一条之一的附带决议还是保留了哈，我们就通过了，就四十一条之一就通过附带决议了哈，好不好？立不下。那四十一条之二这个没问题。好，
那一百零一条立法说明内容也通过了嘛？好，那现在哦，那国昌兄呢，请他进来，我要宣读一下协商结论啊。洗手间啊，我已经三个小时没有上了。应该要，应该要，对，今天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啊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公务人员惩戒哇，才两条而已，我们就顺便讨论一下啊、哦。好，好，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功德圆满了。好、哦，好，那礼拜那个共夫法啊、哦，大概也有共识的嘛。还是要还是协商一下啊。那个当天。对，还是协商一下。好。本来时代力量这边已经同意了啦，啊，但是好，安尼啦吼，我版本给你了嘛吼，一条叫你先看者，28条，我们还是谈一下，那你们要给我整理，好，要找徐永明来哦，可以啊，好，请他来谈一下，礼拜四早上还是下午？早上啊，是啊，好，什么早上？礼拜四早上，我了解以前了，管理知道吧？一共会共决。我们是礼拜四下午，礼拜四下午就要处理了。下午就要开始处理。他看几点？看几点？那我们要不要一点？投票是谁主持？啊？投票那是我主持啊。蔡宜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他们你们要不要？那陈忠伟。好，来1点半。黑的协商那个，我宣读一下啊。协商结论啊，一第四条增订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八条增订第59条之一第61条及第103条均保留。二第五条、第7条、第9条、第30条、第33条、第36条、第37条、第40条、第41条，增订第41条之一，增订第41条之二，第43条，增订第48条之一，增订第48条之三，第51条、第52条、第55条、第56条。增订第59条之三，增订第59条之四，增订第59条之五，第63条、第69条、第79条、第89条，增订第101条之一，增订第101条之三，条文予以修正啊，予以修正啊，好，通过啊，啊，这个附件我们会附件啊，然后三。增订第60条之一，增订第85条之一均不予增订。四、第32条不予修正，维持现行条文。五、立法说明予以修正。啊、哦，详附件。啊、哦，就是刚才有2条的立法说明的修正。六、通过附带决议一项，就是刚才我们那个41条之一那个附带决议。七、取予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。八、本案院会处理时，非保留部分宣读后均予以通过，保留条文均暂保留，各保留条文进行处理前，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。一、亲民党党团、时代力量党团、国民党党团、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发言，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，发言完毕即一。上开党团续进行各该保留条文党版版本处理。那么我们保留的部分呢、我们只要有党团提出版本，我们尊重小党先表决啦哈、我们这个哦，这个大家讲清楚了啊、就是每一个版本都有表决的机会，这个过去惯例都这个样子啦啊、好，这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好，来。对，因为哦，那个我们核心啊的整个条文在协商，其实大概都寸步难行吧，哈、
也有突破了一点。对了，它就是很 minor 的事情啊。我关心的事情，在整个历程里面的讨论，从人审会到评鉴委员会，以及后面啊的职务法庭，就是重中之重了。大概就是这三个组织体上面啊的设置。那在这三个可能之前我们所期待达到的，甚至包括在民间司改会议里面都已经做成决议的，我必须要老实讲了，我坐在协商桌上是一无所获。那所以这个协商的结论哦，也不要逼着我们现在签，就容我带回去再把所有的条文再看一次了以后啊。好，那这样子。好，但是方向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哈，好不好？好。主席，那但还有我们那个公共，公务人员惩戒法，我们顺便两个条文而已啦。侯昌，侯昌伟，来，大家桌上啊、哦，有主席，报告主席，刚刚那个法官法的部分哈、哦，是不是这个，授权司法院呢、哦、配合审查会还有协商的共识？针对全案的条文提出完整的立法说明，是不是授权我们来做？就后面很多立法对啦，这个条文条次的调整，立法说明都会依照你们刚才提出来的处理。对，就授权我们会后啊，再好再整理啊，再整理。好，但是要在处理之前，你要整理出来。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可以让你们整理，然后整理出来之后哦，拜托你们就送交各党团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可以啊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